欢迎各位来到勇闯天涯 Super X， 这就是街舞复赛第三场的现场。本场比赛分为三个回合，第一回合进行的是双人改编作品战，四个战队会对先前抽到的音乐进行改编，抽到同一音乐的两组即为对战组，现场评审进行二选一的投票，获胜战队积两分，失败战队不得分。第二回合自由作品战，战队其他成员需共同完成一个作品，我们将根据四个作品的票数排名结算积分。第三回合组合抢七战，那本轮为组合抢七战，总共限时是18分钟，要请每位队长派出两位队员参与我们的对战，每轮每人有30秒，裁判现场判罚，那么获胜方即积一分，如果有战队率先积到7分，则他们可以先结束比赛，其他三队再继续进行比赛，直至时间结束，我们将根据最终排名结算积分。战队最终的积分排名直接决定大家晋级半决赛的名额。这一季有些赛事是没有设计淘汰，是设计排名的，然后累积再淘汰，这个其实我觉得更残酷，真的是没有后退的路了，我们更要勇往直前，因为这一次输了就代表全军覆没，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。